大人给亡人在世时许的愿，在亡人过世后要继续完成吗？如果你许的愿啊，比方说不是太大，比方说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啦，怎么样？如果是善的，就是亡人上天了，你给他完成，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个好事情。他做的功德啊，后面有人继续做，讲老实话，他也有庇应的。那菩萨到人间来弘扬佛法，弘完了，他就算菩萨走掉了，那你想想看，大家继续在弘扬佛法，你说这个菩萨有没有功德了？你说佛陀有的有的、哎、佛陀跑到人间来，他把那个佛教带到人间来了，佛法他现在在天上，他是佛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但是我们下面在只要在弘扬佛法，他都是感恩我们的佛陀嘛，你说他会没功德呢？听得懂了不啦？有的。嗯，对。